看看今天公司食堂吃啥。第一道菜好啊，凉拌牛肉我爱吃。炖的猪蹄儿，今天不吃你了。这啥呀？这玩意儿看着就好吃，来一个。我换一个大的。炸鸡排，肉末豆腐，回锅肉，炒豆干，西葫芦炒西红柿，来一个这个。丸子汤，炒鸡蛋，酸辣土豆丝，来一个。今天就吃这么多，别的不吃了。吃吧，米饭就是一小碗。昨天吃了牛肉，今天又吃了牛肉。牛肉有点少啊，就三块，还有一块没了，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但是应该是什么小腿吧，完了，应该是猪肉，还挺好吃的。这个西葫芦炒番茄还挺有意思的，里边还放了榨菜，有点意思。公司食堂这个土豆丝炒的还挺好吃的。小卷不错了，这很好吃，好惨呀，就三块牛肉，最后一块。这土豆丝炒的真好，又脆。